地沟油为什么屡禁不止？有分析认为，查处的难点是没有统一的鉴定标准，地沟油屡屡被检测合格，在现实中并不少见。以此次破获的案件为例，浙江省宁海县公安局此前曾找当地相关部门检测格林公司生产的地沟油，但以目前食用油检测的色度、含水量、酸价指数等常用指标，格林公司的地沟油都是合格的。比如说通过加火碱或者说一些东西来降低它的酸价，这样的话呢，你通过这个正常国标的指标呢就没法来判断它。后来将样品送到北京市食品安全监控中心，才测出多种有毒有害物质，其中有相当部分具有高致癌性。在将近三个月的时间中，北京市食品安全监控中心先后对食用油80多个技术指标进行了全方位的筛选，确定了多环芳烃、胆固醇、电导率、特定基因等4大类20多项鉴别项目。一般来说，经过高温的食用油很难再达到食用油标准，它会发生聚合反应、分解反应和引入重金属。地沟油可以提炼到从外观色泽上看上去和食用油一样，但其所含的多环芳烃、重金属、胆固醇对身体有很大危害，甚至致癌。一、胆固醇，真正的食用植物油中一般不含胆固醇或含量极低，如果某份油样中的胆固醇含量高出预设的正常限值，即可高度怀疑该油脂中含有地沟油。二、电导率，正常油脂几乎不导电，但油脂酸败后产生的各种急性物质可使油脂导电。地沟油由于反复烹炸，成分复杂，掺杂大量金属离子而产生导电性，电导率较高。三、多环芳烃，致癌物多环芳烃是目前地沟油安全风险中已被证实的最大危害成分。四、特定基因组成，地沟油是多种不同来源的废弃油脂混合而成，往往含动物油脂，因此科研人员根据分子生物学基因鉴定原理，尝试很多方法搜寻油样中是否含动物性基因。在格林公司生产的食用地沟油多份样本中，研究人员检测到有样本含有猪的基因。接下来请观赏古井贡酒特约之锵锵三人行。